不是的，外道什么心外求法啊，佛称之为外道啊。哪一个人心外求法呢？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全都是心外求法，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阿罗汉还没有明心见性呢啊。那么换句话说，菩萨以上啊，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了，明心见性的摩诃萨，哎，他不是外道了。为什么呢？他应化在世间，叫随心应量啊，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他用的是真心的，他不是妄心的啊。不为外动，这个非外所动啊，就是不为外动，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迷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那么这个舍斯地也是化身菩萨以上才能办到啊，一般人做不到啊。啊，底下第十六首偈，或八部与舍斯地，八部是鬼神，天龙八部，他们的语言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正如同我们世间人住在这个地球上，语言不相同啊。一个国家啊，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有多少种语言你知不知道？很复杂了。我小时候住在福建啊，住在建瓯，建瓯人住在城里人跟乡下人说话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很小就知道福建话很复杂，同时一个省啊听不懂啊。啊，广东跟福建不远啊，你看广东话跟潮州话不一样，跟梅州的客家话又不一样。如果你仔细去调查调查，广东至少有十几或者是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啊。现在呢，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啊，大家逐渐逐渐的都讲普通话了啊，容易沟通了。你要晓得100年前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确确实实啊，人民有真的老死不相往来。有人在乡下出生的时候，一生没有进过城市，他的一生的活动空间就是他那个乡村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啊。外面世界多大不知道啊，啊，到城里去过几次，哦，他见过世面了啊，就很受人尊敬了
啊，所以方言不一样啊。啊，八部归身也不例外，这天龙八部。那么佛要度他们，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啊，这样看起来，佛是什么语言都能说。底下一句，和一切语说是的，这就是包括佛什么语言都能说。佛有没有学过呢？不需要学。为什么不需要学呢？你要记住，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信所现的，自信所变的。所以只要你见性了，你就全通了。没有见性之前有障碍，见性之后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所有的空间维次消失了，不存在了。啊，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从分别执着来的。啊，起心动念没有空间维持，啊，这一分别就有了，啊，就产生不同的空间维持了。设法界一真庄严呐，实不是数字。华严经上的实代表圆满，代表的无量无边。这个事实科学家也是靠数学推演出来的，数学为科学之母啊。啊，从数学理论上来讲，空间维次是无量无边的。啊，但是现代的科学家确确实实能够证实，黄老居士告诉我，有十一种不同的空间维次。科学家能够证实，这个证实不是限量，比量啊，这个比量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不是四比量，四限量。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也深深地能体验到真的是无量无边呐。我们同样此时此处，我们的人生在人法界，我们共同在这个教室里面学习经教，我们的空间是不是同一个？也许你说是，我们是同一个空间维次，
好像电视机上我们同一个频道，其实不然。啊，个人有个人的空间位置，个人有个人自己的频道，这是我的频道跟你那个频道啊差不多，相差有限，所以可以互通。这个要很细心，很冷静，你能体会到。然后你才能发现，在一切时一切处，频道都在产生变化。啊，所以真的是不一样啊，个人住个人的空间呢，楞严经上讲的同分别异，这就有道理了。啊，我们在大家一在一起互相能够交流，同分啊，这共业别业的呢不一样了，别业是什么？我们的感受，我们同样在听课，同样在看一个节目，每个人感受不相同。啊，有人受喜悦的感动，有人受悲伤的感动，不一样啊。甚至有人呢根本就没有感动啊！我说同样一个境界的会有这三种明显不同的现象呢，别业见妄啊，同分见别业见都是虚妄的境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只有能现能变的真性啊，大经上讲法性，也讲佛性啊，明心见性，所以见性啊问题解决了。要怎么样才能见性呢？放下就能见性。放下见思烦恼，真要学啊，不学不行啊，不学活在这个世间太可怕了。为什么呢？你免不了生老病死，你到老病死的时候怎么办？没人能救你啊，佛菩萨也救不了你啊！啊，有一个能救，觉悟了。啊，怎样觉悟呢？放下，至少要把88品戒惑放下了。啊，简单的说，身见要放下。不要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不要再执着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所
啊，你要常常想到佛经上讲的真话，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这个世间一点一滴你都带不去啊，什么能带去呢？你的善心善行，你的恶念恶作可以带去啊，那是业感。你有善心善行，你将来生三善道；你有恶念恶作，你将来生三恶道。啊，这个是决定你将来到哪里去，这个东西能带走，其他的什么都带不走，什么也帮不上忙。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人生在世要做好事啊，那带得去啊，啊，做坏事也带得去啊。那为什么叫做好事呢？不要到三途去啊，你不做好事就到三途啊。所以头一个要把我所放下，这才能入佛门啊。我们这些年来在许多地方看到冤亲债主附身的不少啊，啊，现在这几年越来越频繁这是我们现量所见的，你不能不承认呐！啊，附身的那些人决定不是装出来的，装他装不像啊！啊，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还能不信吗？是有不信的，我见了我相信，那个不信的业障重啊，他还没有回头啊，还没有觉悟啊。啊，那么这也是个人的佛法讲是业障不一样啊。我们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呢，每个人空间维次不相同啊，真正明白了觉悟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是眼前当务之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智慧，不求别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清净心来的。那我们心里所有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啰嗦，要把它丢掉啊，不能再放在心上啊。这个心叫什么？心叫良心啊，把自己的良心拿去当作别人的垃圾桶，你说你有智慧吗？啊，别人的善言善行我们可以放在心上，记住别人的所有一切的不善决定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啊，就变成垃圾桶了。这个重要啊！啊，你的良心当作别人垃圾桶，你将来到哪里去啊？
那个垃圾是肮脏的东西，全是三恶道的。啊，不要再干这些傻事了。学六祖慧能大师，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火。啊，这个不见不是真的不见呐、啊。真的不见，那你不就糊涂了吗？见，见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高明呐、啊。啊，也就是说，看到了，听到了，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叫做见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心里面啊，只想别人的好处，不要想别人的不好处。我们虽然没有明心见性，要向明心见性这个道路上迈进，自己业障实在太重，烦恼习气转不过来，放不下，不要紧，老实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见性了。实在讲，往生的时候佛光烛照啊，那是大量的把你的烦恼、不善的业习消除了，啊，佛光这个作用不可思议，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听佛讲经说法。看看西方世界的居民大众，没有一个不是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圆满地具足了心、愿、行三个条件。所以明心见性很快啊，你什么时候见了性呢？就什么时候成佛了啊，到那里成佛很快，缘太好了，太殊胜了啊。成佛之后你跟诸佛如来一样，自自然然的应化在十法界啊，不止娑婆世界的十法界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十法界，哪里有缘，哪里去现身啊？哪里有缘，哪里就说法啊！此地讲的四地是代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是代表一切佛法。啊，通常
概括的来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这个都是佛门里面的表法啊，进行之后自然就通达啊，什么样的语言都能说，都能够理解，随笔所解语言音呐、啊。啊，现在这个众生，他在哪一道？他在一个什么环境？他现在使用的什么语言？菩萨能现同类身，用同类的语言给他说法，为说四谛，后面这三个字令解脱这是佛菩萨应化的目的啊，是帮助他解开迷惑烦恼，帮助他脱离三途六道轮回。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难不难呢？不难。是不难，最难的是众生不信呐、啊，对佛菩萨怀疑。现在人听到佛菩萨说这是迷信，这个就难了啊！这个是把他这一生得度的这个缘分全都给断绝了，真可惜啊！为什么人生难得啊？得人生好不容易啊！啊！的人生是最有缘分，也就是机会最多，这一生当中啊的解脱啊，那么你得这一生得到人生，很可惜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宗教，不肯认真学习，这一生空过了，你说多可惜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得到之后一定抓紧，我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你自己要相信他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细心观察他为什么能做到，然后把我做不到的这个因素消除，我的障碍就没有了，就能做到了啊！你细心观察那些做到的人，他具备什么条件呢？万缘放下，由此可知啊，
万缘不放下是障碍呀，要放下了。哎呀，放下这众生很苦啊，是。你要是这样的慈悲，啊，怕众生受苦不肯放下，你就跟着众生一道轮回。就好像什么呢？你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快淹死了，自己不会游泳，在那边看到这个人可怜的，赶紧下去去救他，赔一条命。你自己也不会游水，你不是跟他一起死吗？那看到怎么办呢？回过头来赶紧去学游泳，我要做游泳的高手，以后遇到我才能救他。你现在不能够放下，这个叫真正智慧，真正的慈悲。所以古来大德看到信心不足的，造作业障深重的，啊，临终要受过报了。人家问大德怎么办呢？大德在那里说着：“随他去吧。”这个话里头有大道理在啊，不是不慈悲啊，你救不了啊。啊，所以。教下才说佛度有缘人呐、啊。什么人有缘呢？能信能解能行有缘人。啊，最低限度要能做的他能信能解。你给他种善根呐、啊。他能行啊，他这一生决定得度。啊，不能行就没有法子了。最重要的是在心，我们现在学的贤首品，贤首品这一品经最后的结论就是讲行啊，啊，师弟，在这一段我们也要做个报告。啊，四弟弟出门也有藏通别圆呐、啊，出门就下手之处啊，我们不必以古大德的说法，古大德的讲法在那个时候管用，在现在不行。为什么呢？做不到。那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啊，我们只要把总的纲领、总的原则抓到。总纲领、总原则，就是看破放下。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把你的烦恼习气业障要放下，末法时期，世尊在大集经里面
教我们，念佛成就啊。我们如果采取这个法门，这就是随顺佛陀教诲。我们要去学另外法门，那就不是随顺佛陀教诲。为什么呢？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现在人也有对我们批评的，说我们破坏了戒律，其实是破坏了祖师定的清规。祖师定的清规是印度戒律中国化，唐朝时候才有清规啊。也就是生活规范，佛弟子出家的在家的都有一套生活规范，那是那个时代的穿衣服，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穿中国人自己的衣服，没有用佛家的三衣。那现在我们搭的这个衣是佛家的。那你要是真正看到佛陀在世穿的那个三衣，我们这个楼下三楼是印度教，你看看他们穿着那就是的。他那个衣很大了，比我们现在这个衣大一倍呀，裹在身上。印度人穿的就是一块大布，大概是我们这个衣的两倍大，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缩小成一倍了，小一半了，用钩环。这个隋唐时代还不是钩环，袋子，用袋子系起来的，袋子系麻烦了，你看以后用钩环，不都是一步一步在改进吗？哪有一定的成规啊？这个日本人就更方便了，日本人这个袈裟也是一个一个的，他做了这么一大一个小方块，做法事的时候他就从口袋里拿出来，就像我们这念珠一样戴在身上，胸前一块，不用的时候拿起来放在西装口袋里头，方便呢。那我们看起来那一小块实在讲太不庄严了，我觉得我们中国祖师大德做这个衣的时候是好，确实保留了世尊当年在世的形式，那么祖师大德给我们定的内衣，小褂裤都很宽大，为什么？拜佛方便。你说如果穿上西装裤不能拜佛，拜个几拜它都裂开了，他抱在身上太紧了，所以很宽很大很舒服，尤其裤脚很长，为什么呢？把它卷起来扎袋子，
这中国的啊，古印度是不是呢？古印度没有，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上古时候没有裤子，都穿裙子啊，男女都是穿裙子。你现在看佛像，你看佛像画的时候还是穿的裙子啊，我没有看到佛像看到有穿裤子的，没有看到，都是裙子。这个要懂得了啊，现代人呢，体质跟古人不能比啊，差多了啊。换一句话说，血液循环不好啊，就常常有毛病啊。这个系带子，带子系得紧紧的，就影响血液循环啊。所以我在早年，我就把裤子改了啊，短了，这个裤口也小一点了，带子不要了，就有人批评我啊，说我不遵守祖师的这个制度，祖师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制度。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没有穿裤子，都穿裙子，他改成裤子的时候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制度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佛法不是死的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没有制作啊，佛只讲原理原则啊，细行呢，一定要随顺众生呢，只要方向目标正确就好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就是随喜恒顺，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方法就是一个总的原则，看破放下。啊，那么在过去，一个目标，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一个方向。菩提大道啊，就是三皈依啊，觉而不迷，皈依佛；正而不邪，皈依法；静而不染，皈依僧。这大方向，觉真净。啊，走觉真净，才能达到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见性就是回归到自性呐。我们现在是迷失了自性啊，在三途六道十法界流浪啊，啊，诸佛菩萨的教诲呀。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回家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我们的穿着要简单，要朴素，要整齐，要大方。要符合这几个原则就好了嘛。
世尊当年制作的这个福田衣，这是表法的意思。这件衣代表是什么呢？代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啊，披在身上，你就要常常观想，你的心是法性，我的身是法相，性相是一，不是二。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这就是回归自信的、这个意代表这个意思啊。每一格代表一尊佛，一尊佛的教区啊，教化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现在所讲的，用科学的说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就代表这个。这个子多少呢？无量无边啊！你能看得出来吧？啊，你看到这个地方。这有长，这有短，短的是什么呢？也是这么长啊！我们是切成这一块的时候让你看这个，实际的时候无有穷尽，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它表这个意思啊，叫你看到这个一的时候，你自己跟法界融合成一体啊。所以不能做得太小，挂着那看不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是长了啊，不方便啊，这个一的时候呢可以做短一点啊，不要拖地。我们的海清袖子太长了啊，我有意思把这个袖子剪一半啊，剪一半很好看，很好看的 啊长度的时候呢啊，也要把它缩短，使我们现在走路啊，特别是利用啊公共交通工具啊，我们上巴士，公共巴士后面的人踩不到，要以这个做标准啊，不要被后面的人的时候踩到我们的衣服，你就要摔一跤，你摔一跤，现在人不会怜悯你，他踩到看你跌倒的时候，他在旁边哈哈大笑，不像从前呐。所以我们上下这个楼梯啊，这个上下这个车的时候，不必要把衣服提起来，这样就方便了啊。所以我看到日本人，看到韩国人，他们的海清，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它比我们短很多，至少短一尺多啊，这很有道理啊。你要符合现代生活的方便啊，中国衣服适合于古代，不适合于现代。
这些不能不懂啊。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不能变，戒律很少，跟出在家人的时候只有五戒五条，啊，跟这个出家人定的也只四重戒，这个不能变呐。啊，清戒也只有十几条，啊，比丘二十五条戒后面的时候，200多条，都是什么呢？皈依。啊，皈依日常生活应该守的规矩，那是要变的呀。啊，这就跟你说说，根本戒不可以变。啊，它是讲原理原则。杀盗淫妄，再加上饮酒，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决定不能变的，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定啊要有智慧，啊，要能够啊让现前。大众啊，普遍的都感到方便，在学习当中啊，都能产生法喜，这就对了。佛法活活泼泼，不是四代版。所以每一条街都有开遮吃饭，你看它多灵活啊！它不是呆板的，根本街也有开遮吃饭，啊，有活宽往上提升，定功街道功街，那真正得到解脱了啊！那么这个四谛在现前，我们学习，无论是藏通别圆，都要从根本学习啊！没有根，怎么学都不能成。所以在这许多年来，我们要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不仅是接触到佛门同学，其他宗教的朋友们，我接触了很多。那么现前普遍的问题，就是伦理道德的堕落，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滋长，这个是麻烦事情。我遇到许多宗教领袖，高等的传教士啊，我们在一些都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啊，一定呢要认真学习经典。要正确的理解经典，依教奉行，
才能得到宗教教学的真实力。那么在中国，中国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啊，这是信史啊，啊，就是可以相信的，是真的事实啊。5000年，为什么在这个地区屹立而没有消失？啊，原因在哪里？在教育。啊，尤其是最近这个2500年。特别是从孔子以后，这个地区的教育儒释道三家了啊，三教九流啊，九流是学派。这个三教，大教育家了，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啊，佛教传到中国，很快就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那么这三教的根是什么？儒家的根是传统文化的根，换一句话是5000年的根。啊，教的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是根本。这三个根啊，啊，后人啊，这个后人把这三种教育发扬光大的人很多啊，至少有几十家之多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家谱里面，家谱里面都有家训啊，所以家有家规呀，国有国法了啊，都有家训。到朱熹，宋朝时候，是宋朝大儒啊，我想他一定是从许多最好的家训啊，代表性的家训把里面好的东西啊，他的精神，他的方法融合成一体，写了一篇《同盟须知》，教小孩的啊，以后在前清又有人用这个做基础啊，做底本。
重新再改写弟子规啊，所以弟子规这一篇文字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它能够代表中国五千年的家庭教育变得好啊。三个字一句，好念，有押韵啊，总共360句，1080个字，好记呀。啊，婴儿从出生，耳濡目染。啊，大人。把《弟子规》通通做到，做给婴儿看。他从出生睁开眼睛，他就会看了；竖起耳朵，他就会听了。他已经在学习了。所谓是先入为主啊，根深蒂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呐！啊，他的父母、他的长辈、他的哥哥姐姐，都把《弟子规》做给他看，他看了1000天，3年到3岁。他就懂得做人的道理，他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就自然就懂了。啊，所以中国谚语才讲啊，3岁看80啊，7岁看终身啊，在全世界，中国人最懂得教育。真正的教育不一定要认识字，很多人不认识字，懂得做人，懂得这些道理。啊，《弟子规》他没念过，可是里头他都做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全做到了，都是大人教的。啊，都是社会上的一些大众啊。表演出来的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还沾了一点边啊，所以儿童到6、7岁的时候上学进私塾，那是家教的延续啊，这个时候学校老师也跟家长一样，做出榜样给学生看，身教啊，啊，再把这些道理讲给儿童听，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只晓得这样做是对的。啊，不晓得什么道理，只是把道理讲给他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7、8岁了，伦理有根了，要跟他讲道德，要跟他讲因果，啊，让他在童年时代就把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
根深蒂固啊，他一生不会学坏，他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正妄，这才叫根啊。所以儒家的根，中国传统的根，《弟子规》比什么都重要。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十善业道》啊，三教三个根呢、啊。但是，在中国啊，中国有三教，三教很难分。你说哪个是纯儒，哪个是纯佛纯道，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为什么？通通都学啊，形式上有三教，实质上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啊。多数人这儒啊，他也学佛，他也学道啊，道教的道士啊，他也学佛，他也学儒啊。佛教里面这些法师们出家人，他也学四书五经，他也学老庄。所以在中国这个三教确确实实能融会贯通是一二三，三二一啊。不但三教，连九流都是一家了，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那么现在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得利于科技的昌明，把地球变小了啊。我记得我在抗战前一年，十岁那是民国25年呢，我离开家乡到福建，我记得走了一个星期，那么现在从我这个家乡到香港，飞机只要2个小时，从前走7天，7天算是交通还不错了，从芜湖到南京到上海可以坐火车，上海到福州可以坐轮船，轮船3天3夜，到福州，从福州到南平坐小轮船，就有一点像现在香港这个渡轮一样，小火轮，小轮船，那么从延平到建沟啊，坐汽车，公共汽车，算不错了，比步行走路强多了。走路的时候，恐怕要走1个月。才能做到。所以现在交通的便捷，把地球距离缩短了，就变成地球村了。那么这个变化很大，过去人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就是往来的时候，机会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那么你就想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下接触了，会不会有冲突呢？当然，不能避免的。啊，如何能把这个冲突缓和、化解，需要一段时间呢？所以现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提倡多元文化，那就是我们要接受外来的文化。啊，每一个地区都要能包容，都要能接受。啊，不同的文化如何我们在一个社会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助合作。啊，我在澳洲有一天，啊，澳洲的移民部长、公民部长，我们在一起吃饭，啊，谈到，啊，是在他们国会大厦餐厅里面吃饭，啊，他们告诉我，澳洲现行的政策，希望在十年之内接纳了2000万的移民。啊，现在澳洲人呢，大概只有2000多万。希望再接纳2000万移民。啊，使澳洲的人口达到5000万。我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就告诉这两位部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跟原居民如何能够融洽在一起生活？他说他们也想到了。而且认为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我说有没有方法？还想不出来，我就告诉他我有方法。所以我你有什么方法？啊，我说先前必须要培养一批多元，就是多元文化的老师师资。啊，你现在要培养一批师资，要了解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文化，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要都懂得。那可以利用全国这些学校，什么时候呢？寒暑假的时候。班班教学，啊，欢迎新移民跟这个原居民在一起学习，啊，免费来上课，啊，能够上个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彼此大家了解了，彼此在这个学习期间互相也认识了，啊，那就很容易相处了。我这个方法他们接受了，这办法很好啊，所以用这种短期培训呢，大家在一起上课，在一起学习啊，让他们了解澳洲人，澳洲人也了解他们啊，他们这个过去本国本土的啊一般状况，彼此互相了解。
学习包容，学习谦虚，学习尊重别人，啊，学习关怀，学习互助合作，这个社会很美好啊。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大段，这一大段一共有十段，十个小段呢，这是第七段，后面还有三段，这一段大用无妨啊。啊，所以幕后这首偈子说，所有一切诸佛法，皆如是说无不尽。那么这就说成大乘佛法的实相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觉悟的意思。佛翻作觉啊。法是一切法，对一切法通达明了，就叫做佛法。啊，对一切诸法不通达不明了，我们通常称一切诸法。通达明了，再加上一个佛字。所以佛是通达明了的意思啊，跟中国人讲圣是一个意思，圣也是通达明了。啊，皆如是说无不尽，法法皆是，法法皆如。所以佛在经上才讲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西方极乐世界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们娑婆世界尤其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灾难很多啊，天灾人祸频率年年在上升，好像灾害了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呢？诸佛菩萨看了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地球现在也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这怎么个说法呢？小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我续了两句，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会灾难频繁呢？你造的业障太重了，造业业要消掉啊！啊，灾难是消业障的，啊，那么在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能够晓得三途恶鬼出生地狱，
不是坏事啊。这里面的鬼王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念到的啊，在这个地藏经上念到的，阎罗、罗刹、阿修罗，许许多多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那个地方示现的。你能说他不是好人吗？你能说那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菩萨现这种恶毒之相？那个恶毒不是佛菩萨现的，是众生过业所感的。佛菩萨什么时候现象啊？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的认知的佛菩萨，只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心善他现的就是善相，众生心不善他现的就是不善相，不是他自己意思啊，自己从来没有意思啊。这样体会到啊，你才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所以众生感是有心的，佛菩萨应呢是没有心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地狱的境界、魔鬼的境界、畜生的境界，菩萨随众生感而应现啊，帮他消业障啊。就好像这个世间人犯法了啊，被法律里面判刑制裁了，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执行啊，那在监狱里面是消他的罪业，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那我们要问这三途恶鬼出生地狱是不是也是刑期满了就出来？没错，刑期满了就出来了。那刑期是谁定的？没人定的。